咋的？学校那块儿有小金呗。啊，对对，你看俺掏钱了。我问问你。啊。他欺负你吗？他没欺负我。你也不能欺负他。我也不能欺负他。啊。你还欺负人家哑巴，我不解释。你还叫他哑巴了？啊。没厉害。哦，那个啊哑巴，聋哑巴，聋哑人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好，这话哥说的不能欺负聋哑人。他来人，哇，他是一家来人吗？啊，见了，老公。啊，这他。哎，咱俩就是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我先把奶回了。啊，哥，你不能欺负他。哥，听哑巴，我不见你了。这来。他干你干啥？哎，你不能干他。我打不过他，他打你吗？他打我，他打他打你，都不知道学是这个。我问你，你听我，你听我给你买了。嗯，人家知道。习大法也买了。哎，人家对你，哎，他知道他是聋哑人是吧？他有点照顾他。你还知道照顾聋哑人那个？哎，我给你买，但是我给你买，你不要钱，我给你买。啊，我给你买吃的。他给你钱，他给你买。哥。对，跟他说谢谢，这样麻烦了，不要你钱。你给他俩玩，你付账是不是？